把油给带出来。 要知道他现在打的是 FIBA 的规则哦，对，就球在篮筐上面都是可以去碰触的、啊、球员哦。那现在的分差是拉得有点开，他要必须掌握这些机会、啊。双手泰山打底，打底快出这个，漂亮的牵，再看一次 Haywood 牵入了，把这个傻亚直接给骗起来之后呢，旁边的这个，所以裁判还是响了这个恶意犯规的这个哨。 帮忙，如果你太多的包夹跟帮忙想想，你让对方有更多话语权。哇，给我这个动作太华丽，霸气！今天英文绝对难不倒这一句。对。